自从小妹的手机被大姐收走之后，她又再也没有开心过。我给她烧了两壶她最喜欢喝的白开水，准备去安慰她一下。小妹，我给你烧了你最喜欢喝的白开水，过来是想让你开心一下，你打我干嘛？让我开心，你痛苦我就开心，你难过我就开心，你不开心我就开心。你这样讲还让我怎么让你开心？这样我就很开心，哈哈哈哈。啊！高姐，你是不是很久没玩手机了？想不想玩？想。你去打小妹一下，我叫你玩。不可能。这是我新买的手机，借你玩一天。上我呀！你怎么那么蠢呀？赶紧上！上什么上？大姐，今天这个草也是拔不了了。为啥？你说呢？手机不是没收了吗？他们把我的手机拿走了。合适吗？